看看國語好聽還是廣東好聽啦，麻煩。毛啊毛，掃啊毛，皺啊身都有啊毛，頭啊上，身啊上，總之我通通都數到。首先數嘅有啲人就冇啊，其中有人會有呢一種，我就問你知冇？人人有揀甩底啊毛，小姐話毛生生。睇見真老土，所以脫毛佢光脫脫，怕中嘛怕中嘛，佢話感謝表弟毛得得，知唔知啲女人點解脫咗佢啊？職業病，因為啲女人咧嗱，俾你做歌星又好，明星又好啊，只要做明星啊，導演叫你指個月光，你冇理由咁指噶嘛，係嘛？你一舉個手，哇一執黑掹掹嘅核突啊嘛，係咩職業病咯？比如唱歌咁啊，歐陽菲菲唱《熱情的心》啊，左邊一個波，嗨；呢邊一個波，嗨。你又唔方唔嗨啦，啲人啊，啊一執都幾核突啊！呢個職業病啊嘛。喂，唱到邊度啊？啊，啊唱到話個鼻哥，應該啊叫做鼻毛啦。新咧中最高嗰啲，你又可以叫做頭毛。若果问话在嘴边，嗰啲啊叫做胡须啦。耳啊仔之内，你哋大家知道叫做耳毛。还仲有就身短短嘅，人人叫做汗毛。依家轮到话长啲眉毛，眼睛之上有啲睇唔到啊，叫做眼一毛。真得意，好多大姐仔用假睫毛黐上去，有一种看不到噶，唔知叫乜嘢好呢，总啊知心啊照，你中意叫佢乜鬼嘢都好啦。呢一种嘅毛毛，细路仔就完全就冇嘅，你不得要，唔错可以。这一种叫心头毛。